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要不要？要。老板，我要一个蛋糕。9个。我要一个蛋糕。9个。我要一个巧克力的。巧克力。那我要2个啊。5000块。5000块。好贵。5000块给你。它那么贵。一个蛋糕那么贵。5个。那我加一个珍奶。珍珠奶茶。好，你再做一下。5000块。对啊，5000块。剩下10000块。好黑的店。好，谢谢。那你有包装吗？几个？2个。你2个都有包装。他的表情好像正在制作蛋糕哎。还有哪？他去拿食材了。老板。包对。要排队吗？啊，抱歉。你这里有卖那个吗？有卖那港点吗？有卖那个烧麦吗？捞面、哦、卖捞面的哦。那有没有菠萝油？老板，我去拿。老板，口麦耶。哇，这是港式的。好，谢谢。那我还没付钱呢。200块就好了。老板，那我问你一个问题，你会唱那个粤语歌吗？粤语。不是，粤语。老板，那你们这边有什么套餐？2家。啊？2家。那这是什么套餐的必要算？那有那个庆生的服务吗？有人生日的话会唱生日快乐歌吗？老板会唱吗？生日快乐。出去看看，老板唱一唱。他说出去看看，看看是谁是寿星就对了。有客人哦。老板，我要一个蛋糕跟一个马铃薯，还有一颗蛋，还有珍珠奶茶，还有一个弟弟。多少钱？两三千就可以了，那是两千。他刚刚那个2个蛋糕，你要5000块。他那是高级食材。你刚刚那是什么蛋糕啊，弟弟？我刚刚巧克力啊，弟弟。那请问一下，你们有卖耳机吗？耳机有卖吗？这个耳机多少钱？2000。2000。好，来，给我，我要买。我要买。你给我啊。我要。我是客人哎，可以卖给我那只耳机吗？好，给我。好。给我。哈哈哈哈哈。好，先拿钱了。一手交钱了，来，钱也要，东西也要，老板，我报警了，老板，你破坏一下耳机，好了，给你了，他给你二手的。我再问你一个问题啊，这里有卖最好喝的饮料吗？什么饮料？没有卖饮料啊，我知道了，老板，那我要买唐诗《床前明月光》有吗？床前明月光，你是第几个？几的望明月，低头见孤家。哎呀，拍手！很好，这谁写的诗？李白。弟。我们手牵手，从此一起走。